第三、第四，他们第四就这一局的局，一局结束，不打累了。这个，那他还打，他打啥别人了？那他们是客队吧？哎，那一号他们打的是客队吗？他两打一的，但是因为那这边这边是三分，漂亮。动了，我一再动又掉了，拉起来了，漂亮！11-7，第二局韩琦全胜。漂亮！哎呀，太漂亮了！坏了！魏申浩，这是第一场决赛的第一场，还没打呢，还没打完呢。这是第啊，很有看头啊。这只是决赛的第一场和第三局，五局三胜，前面两局1-1，非常焦灼啊。然后没打呢，然后没打呢，我不知道他们咋排的，对面他俩都没上，这第一场，这是第一场，他们是他们谁打一局啊？有点累了，没有，第一场，第一场2-1。他打跟孙佳义打太累了，他就没上。应该他们是主队，他让韩熙元打的主力，漂亮。对呀，没打。
来的。哎，漂亮。